老人怀玉蝉色，现在南风已太陡，万事岁月已奔急，现在南风已太陡，万事岁月已奔急，风潮无敌正路，旧模式难以筑起，百年虚云一代起，一生中不一片旗，百年虚云一代起，一生中不一片旗，生中不一片旗。这就是我们东北的抗日义勇军，他们没有吃的，没有穿的，却还一直坚持着在冰天雪地里和日本鬼子血战。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，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，炎炎华夏是不会被日本鬼子征服的。我以后也要当一名义勇军，打日本鬼子去。对，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。对，赶回老家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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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日本鬼子太坏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他还杀人呢。大家静一静，是。下面你们在自己的纸上画画出你们心中的义勇军，下课以前交给我。阿弥陀佛。是广济师父，有事吗？啊，师父让我给学校送来一担大米。虚云长老真是菩萨心肠，我代表孩子们谢谢他老人家了。啊，那广济师父，你还有别的事吗？这画上的那个人，你见过他吗？见过。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是我们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。他是不是叫杨汉松？对，你也知道。我们曾经是生死兄弟，他又参加了抗日义勇军。对，这么说你也是东北人？铁岭黑瞎子沟的。那你们怎么会？阿弥陀佛，个人因缘不同，不说这些了。对了，这些东西放在哪儿？哦，跟我来吧。各位都是佛门弟子，都知道国土沦丧、庙宇何存的道理，也知道出家是佛，要上报四重恩。现在，如果有的僧人愿意去前线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，就请站出来，老衲为你们送行。还有吗？还有我。长老，还有我。陈老师，你误会了，我们这次组织的是僧尼救护队。我马上可以削发为尼，长老让我去吧。你想过没有，那群孩子更需要你的保护，并不是非要上前线才能算是报国呀。这阿弥陀佛。啊，定如法师。阿弥陀佛。这是昨天方居士给我的10万元汇票，我就借花献佛吧，
请你转交给南岳佛教救难协会。这怎么可以？定如法师，我想方居士也一定会赞同的。长老，悲声怨切，令弟子万分感动。我现在就到佛前上一炷香，祈求佛菩萨加倍你们所有参加抗日救亡的人。还是个东北人，咱们东北人没有你这样的胆小鬼。东北被占领了，华北被占领了，全中国危在旦夕，千百万人人志士全都在抛头洒血，你居然连救护伤病员的勇气都没有，你不配做个东北人，你是个懦夫。你让我去救伤员，让我目睹他们，我自己的同胞在我的怀里痛苦地死去，让我去听他们痛苦的呻吟，我会发疯的，你知道吗？而我不能拿起刀枪去上战场厮杀，因为我是出家人，你知道吗？师父，我知道了。师父，知道了。您知道什么了？昨天日军攻陷了南京，他们烧杀抢掠，几十万生灵惨遭涂炭。师父，师父，我知道了。南华寺已经涌入了大批的难民，好生安顿他们，这才刚刚开始。是。快跑啊！日本飞机来了！快跑啊！同学们，同学们，不要乱，跟我一起来，都到树林去。追昔法会不能中断，请各位跟我到殿前绕佛去吧。弟子广济请求还俗从军，抗日报国。好，这下可真结实啊，师父。广济啊，用麻绳编这种鞋子啊，要内紧外松，这样穿起来才能轻便舒适，而且耐磨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东跑西跑的，自己编的罗汉鞋不下100多双，就这双编的最好。我
把它送给你了。哦，多谢师父。师父悲心恳切，弟子刻骨难忘。这套僧衣我先替你收下，暂且替你保管，等到你回来再把它还给你。师父，战场上腥风血雨，弟子已经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，今日与师父一别，恐怕再无相见之期啊。我这个年过百岁的老头都能等，你就那么没有信心？这人呐，想死容易，活着难呐。你不要老想着捡容易的事情做。嗯，师父，弟子一定好好活着回来见您。你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吗？师父，五年来我出家是佛，深慕佛恩，如今背佛而去，内心十分愧疚，还请师父谅解。啊，广济呀，广济，你出家修行五年了吧，怎么还是一个光头俗汉呢？师父，来来来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你说说。这是一个字，只是写反了。是一个什么字？是一个我字。写反了的我字算不算字？不算。既然不算，你为什么说是个我字呢？那算。如果是个字，那你为什么说它写反了呢？这正写是字，反写也是字，主要是你心中认识这个我字。正写反写都是一样，同样的道理。如果你心中有佛，出世入世没有区别；心中无佛，坐破蒲团读遍佛经也没有用处；心中有佛，出入聚散无非因果，报国也是报佛呀。师父，师父一席话使弟子迷念顿断，心中豁然开朗，请受弟子一拜。尽管日本的入侵给南华寺的修复工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，但虚云长老心坚行苦、悲悯苍生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感召四方，终于到1941年使南华寺得以修复完成。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这时汇聚到曲江的难民就多达200万人，韶关成为中国一个巨大的难民营。快给我！别挤，别挤，都有份儿。谢谢，好吧。师傅，师傅，来下一个。再来一个，别挤啊！该你了。师傅，好了，您出来一下。好，你来吧。好，我来。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急，都有。来，孩子先来，孩子先来，别急，别急。都别急。师傅，库存的粮食已经快用完了，明天机器施粥恐怕有困难呢。我知道了。别着急，大家慢慢。我看曲江就快被日军占领了。
南来北往的难民也不会滞留在南华寺了。怪不得这几天难民明显的减少了，很多人好像往西去了。他们是要逃往广西，偌大一个中国却难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呀。官本，我也该走了。走？师父，你往哪儿走啊？汝源云门寺。我听说那儿破败不堪，比当初南华寺还不如呢。师父，您去那儿做什么呀？好的，好，好嘞。那边是云门宗的祖庭啊，我不去修，谁去修啊？您这刚把南华寺修好啊。随缘修复，随缘托付啊。我不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今后南华寺就要托付给你和妇人了。你刚才来过一次，怎么又来领粥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师父，他刚才领过一次粥了，现在他又来领粥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样都不合适。是谁呀？我是老鼠。哦，现在连老鼠都成精了，都会说人话。哎，你关键的时候不叫，现在叫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什么？你学老鼠叫学了很多年了吧？是是，整整五年时间。你完全可以乱真了。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，你可以不回答我，而学老鼠叫，这不就骗过老衲了吗？说的也是，可是当时心一慌，偏偏就脱口而出了。那是因为你学老鼠叫学得太久了，把自己当成老鼠了。哎呀，别学了，别学了，别学了。你刚才不叫，现在拼命的叫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说，凡事啊，把握时机是最重要。看样子，你是一个笨小偷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偷？嘿嘿，你不是小偷，学老鼠叫干什么呀？是啊，是啊，我是小偷。我是小偷又怎么样？你一个老和尚，还能把我怎么样？哼！哎，师傅，师傅怎么了？什么事儿了？啊，师傅怎么了？什么人？没关系，我只是碰到了一个笨小偷。啊，小偷！哎，大师饶命！不要这样，大师饶命！不要这样，不要，你放心吧，快起来吧。我不敢。你起来吧，啊，快走吧。你可以走了。你让我走？夜深了，快回家吧。哦，等一等。哎，是你让我走的，你不会把我送官府吧？你把这点米带回家吧。你，让我把这偷来的米带回去。是，如果有饭吃，谁会冒这个险到寺庙里偷这点米呢？偷米的强盗，一定是家里面揭不开锅了。快把米带上回家去吧，家里的人还饿着肚子等着你呢。走吧。多谢老师傅，多谢老师傅。乡亲们跟紧点儿。啊，留神桥底下。老师傅，老师傅，
谢谢您救了我们一命。我想跟你到南华寺去找点事混口饭吃，我有力气。南华寺已经修复完毕了，现在正准备去云门寺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就跟我一块儿去吧。如果有信徒捐助修寺的话，你不仅可以混到一口饭吃，每个月还可以拿到一些工钱。我跟您去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说去哪儿？在汝源云门山。云门寺，云门山。谢谢老师傅，我们不去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等您来，可等了五六年了。我呀，除了这些难民，什么也没有给你带呀，你失望了吧？师傅，您说哪儿去了？只要师傅来，就有佛缘，有了人气，什么都有了。明空啊，你也学会吹喇叭抬轿子了。明空啊，我们这群人走了一整天，都饿坏了，你赶快安排一下，给他们弄点吃的。来，往里走。老三，能不能帮个忙，再借点粮食啊？这年头到哪能借到粮食啊？这个忙我可帮不上。往里走，我该回家了。哎，一会儿啊，就有饭吃喽。师傅啊，实不相瞒，这些日子我也是靠采野菜、挖木薯度日的。木薯好啊，云门山到处都是。这些难民可以活命了。不过今天嘛，我们得吃一顿大米饭。好啊，这是，这是我从南华寺带来的一袋米。你看，够咱们吃一餐的了吧？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师傅，够了。不过师傅，今天吃完了，明天怎么办？哎，不要老为明天发愁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办法嘛。走吧。哎。师傅，这么早，您在挖什么呢？我呀，在挖地基，以后这儿就是云门寺的山门了。修复云门寺就这样开始了？不这样开始还举行什么奠基仪式啊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砌一块砖算一块砖，修一堵墙就算一堵墙。就靠我们两个人，而且还有这么多老弱病残的难民，又没有钱，活命都成问题。修祖庭，这是种善因种福田的事儿，你呀，只管去做，不要想东想西的。缘分到了，该有的自然就会有。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这老和尚真有点本事，云门寺一天一个样。那他们那儿还有难民吗？来了一批，又走了一批，都是路过的。刚刚搭起了几个茅棚，一直没闲着，现在去做工能有饭吃，还有工钱。那要是碰到村里的熟人可怎么办呢？管他呢，要是还有一点活路，我们呀也不会从曲江又回到这儿了。苦妹啊，阿爸一定要把你养活养大啊。哎，老师傅。哎呀，牛啊，来了就好。云门寺正缺人手呢，你快到那儿去登个记。下一个。我叫阿牛。阿牛？我要做工。是你啊？
哎呀，你不是在外面干那个去了吗？我想做工，你就给我写上吧。嗯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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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佛门禁地，哪能让你这种人混进来呀？我，他为什么不能登记做工啊？啊，老师傅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他是我们刘家村的，这小子从小没爹没娘，靠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村里人对他不薄啊，没想到他忘恩负义，把我们村一姑娘肚子给搞大了。那姑娘也是苦命人，家里只有一个瞎子老爹，本来父女俩相依为命，这事闹出来之后呢，瞎子老爹一气就死了，弄得那姑娘要上吊要自杀的，后来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这些不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吗？跟他今天想要做工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呀，您老是不知道啊，他被村里人打了一顿，赶出村外。哎，听说这小子在外边不干正经事，竟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被人逮住打了好几次呢。阿弥陀佛，我佛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啊！不要再说这些了，大家都去干活吧，啊，快去干活吧。阿牛啊，哎，你也快去抬石头吧，老衲在这儿为你登记。嗯，好。哎，师傅慢点。哎，小心点，脚下小心点。阿弥陀佛，云门寺总还有遮风避雨的草棚啊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师傅，他们来了。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慢点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各位施主，快来来，快快上山吧，上山吧。菩萨保佑，我们总算到了云门寺了。那些可怜的孩子们，这风雨交加的，什么孩子啊？就是广州被占领后迁移到曲江的100多个孤儿，现在曲江轰炸，他们又要往西迁移啊。那他们在哪儿？只怕还在几十里地的荒郊呢，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。阿弥陀佛，快上山吧。哎，来，跟上，快点，大家跟上，前面就到了。我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因为有一件紧急的事情，我放不下。有一群孩子是从广州辗转而来，他们是在战争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孤儿，他们眼下正在凄风苦雨中挣扎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把他们接回到云门寺来。哎，师傅慢点，孩子们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到了啊，再坚持。日本鬼子已经占领曲江了，是啊，你们还敢往回走啊？那你们有没有见到一群孤儿啊？见是见到了，那在后面老远呢，饥寒交迫，怕是他们已经都死光了。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保佑孩子们平安无事。我们先走，走吧，快走吧。阿弥陀佛，小心点，师父。阿美，你一定带孩子们到云门寺去，那儿有个虚云老和尚，见到他你们就得救了。快点，哎，快点，师傅小心。来，他们家有人来了。来了，师傅你看他们在那儿呢，那些孩子。你看孩子们，师傅慢点，别着急。孩子们，孩子们，我们来救你们来了，快过来，来带上你们，来，带上，来，走，来，走，快走啊，走走，快走，孩子们，快走吧。师父，师父，那些难民们都已经安顿好了，只是寺里所剩粮米不多了。我正要找你们，明空，你把寺里剩下的钱全都拿来，全部换成粮食。师父，正如报上所说，中日双方已经到了一粒米一滴血的地步。嗯，还能上哪儿去购得粮米啊？你明天到韶关走一趟，找邻居市，
请他一定帮忙，能够得多少就够多少。这都是节事啊。从明天开始，所有的僧人和民工一律吃木薯和野菜，把省下来的粮食留给孤儿和全体难民。是，师父。啊，你去吧。啊，关本。师父。你带上我这封信，到广西去一趟，要面见李济深将军。你就说，老衲一生别无所求，这件事请他一定要帮忙。嗯，师父，您是说，请他速派人来，把这些孤儿接到大后方去。弟子明白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日本人很快就要打到这里来了，一旦走漏风声，师父，弟子会用性命来保守这一秘密的。那老衲就带那些孤儿向你拜谢了。秀娥，哎，秀娥，怎么了？我给你带吃的回来了。你为什么要夺走我苦命的孩子？秀娥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苦妹，苦妹她死了。啊啊、还活着。我的孩子，她没救了。秀娥，你胡说什么？苦妹，我阿牛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得把苦妹救活。走。苦妹。活菩萨，活菩萨，求求你救救阿牛吧！你是？我是秀娥，我是秀娥，求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阿牛吧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的说。阿牛怎么了？阿牛，他是为了找钱救我女儿的命，所以昨晚冒险到本族长家里去偷东西，结果被他们抓住了。这一次，他们非打死阿牛不可。老菩萨，求求您，求求您救救阿牛吧！他可是个好人呢。你不要着急，慢慢的说。快告诉我，孩子是不是得了疾病？孩子现在在哪儿啊？在镇上小华佗刘先生的诊所里。刘先生他说，孩子的命是可以保得住的，但药费太贵，所以阿牛他就……好。我现在就跟你去留村，走。谢谢活菩萨，谢谢活菩萨。走。好你个阿牛啊！你从小没了爹娘，是村里的父老乡亲们东一家西一家的把你养大成人呢。可你知恩不报，你还有点良心没有啊？谁说我是没良心的？当初你糟蹋了二瞎子家的闺女秀娥，害得二瞎子暴病身亡啊！按族规得把你装进猪笼里沉河，乡亲们念你是个苦孩子，放你一马。没想到两年后，你做了强盗，居然还偷到族长我的家里来了！俗话说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你自己说说看，这一次你该不该受到惩处？该。那好，现在我给你两条路让你选择。一是就秀娥和昨天晚上偷盗的事情向大伙儿赔个礼，认个罪，跪下来磕三个响头，再抽你30皮鞭，从此再不准在本村露面。一旦露面，乡亲们谁看见谁用石头砸死你。我不要这个条件。那么第二，按族规把你装进猪笼里沉河。我不要这个条件。阿牛啊，你是个聋子啊，不认罪是要沉河的，挨鞭子总比死了强啊。我不要这个条件。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呀？族长拿鞭子打这个畜生让他认罪。对，既然大家都不想让你死，那就只好让你受活罪了。我看你还嘴硬，打！
给我狠狠的打！对，打他！真是不像话，要教训教训他！你瞧这个贱人，就是不认罪！不要打了，哎呦，不要打了！秀娥，不要打了，组长，求你不要再打阿牛了！哎呀，秀娥，你怎么还向着这个畜生？是他害了你，还害了你的阿爸呀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您长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是来解救一个好人啊，一个善人呐、啊。好人，善人，善人。长老，你没有搞错吧？他昨天晚上还跑到我家里去偷盗啊。是啊，偷盗固然有罪，但是你们都知道，过去他不是个贼呀。啊。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他为什么背着骂名冒着风险去做这个贼呢？为什么？他是为了救秀娥的孩子苦妹呀。那也是他的种啊。就是啊、哦、他的孩子他不救谁救啊？苦妹不是阿牛的孩子啊。什么？秀娥，你自己说吧，你说一句，你的心里面就会减少一份痛苦。秀娥，不要说。不，你就让我说吧，我要说。阿牛他是冤枉的，他从来都没有碰过我的身子。苦妹，苦妹，她是县城里一个卖杂货无赖的种。什么？我是在后山放羊时被她糟蹋的。怎么回事？后来我发现怀孕了，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，再也无法对你们隐瞒和遮掩了。我爹问我，我不敢说，害得他老人家暴病身亡。真是想不到，我也觉得没脸活下去了，就去后山上吊自杀。是阿牛，是阿牛救了我。他说有一个亲人多好，这孩子生下来就叫他爹吧。我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他，没想到他跑到村子里大喊大叫说，你们听着，秀娥肚子里的孩子是我阿牛的种。后来的事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？他为我们母女俩受尽了委屈，吃尽了苦头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他才干了几起偷鸡摸狗的勾当。阿牛，是我和苦妹子连累了你呀、啊，秀娥，是我，我和苦妹子今生今世都忘不了你，因为我们母女俩受尽了委屈，吃尽了苦头。阿牛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，我和苦妹子对不起你、啊。秀娥，阿牛才是真菩萨啊。是啊，阿牛啊，对不起，我们都冤枉你了。你和秀娥，回来吧。对对，回来吧。秀娥，苦妹现在在哪儿？她还在柳先生的诊所里。你们听着，苦妹是我的孩子，以后就管我叫阿爸了。走，秀娥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师父。哦，来了。啊，快把他抬到床上去。师父，李将军接到您的信后，派了两辆车来，本来沿途无事的，不料在城外与运粮食的日本兵遭遇，虽然消灭了他们，但这个军官也负了伤，您给看看。这不是广济吗？对，
他在李将军手下担任特务连的连长。哦，老师傅，我们的长官怎么样了？好在没有伤及筋骨，只是失血过多，脉象比较虚弱。这样就好。不过老师傅，我们的军车不能在这里久留，要连夜把这些孤儿转移。啊，官本，你快去叫几个出家人来，赶紧把这些孤儿送上车。是。可是老师傅，我们的长官他……哦，他现在无法与你们同行了，就让老衲在这儿照顾他几天，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吧。那就多谢老法师了。阿弥陀佛。来，师父，别说话。来，要少说话。你们救了那么多的孤儿难童，这是多大的功德呀！师父照顾你是应该的。我问你，你们打死了那么多的日本兵，那车军粮弄哪儿去了？那车军粮，我们把它推到云门山沟里去了。海哥，海哥，广济啊，来，坐下来，老衲为你剃头，坐下。师父，我已经还俗了，我现在是一名军人。啊，这我知道，但是眼下你得听我的。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云门寺里的一个和尚，我现在就为你剃头。海哥，师父，不好了，日本鬼子冲到山门口了。师父，日本军包围了寺院，要所有的人到殿前集合。别动，小心刮破了头皮。你再去看一看。是。师父，日本军叫所有的人到殿前集合。知道了，我们一会儿就去。姐，啊，你能站起来走几步吗？啊，能，师父。嗯。要走稳一点，要拿出僧人的威仪来。桑桑的的花。
敢叫千里等绝岸，别故乡，天涯云水路茫茫。